这个我觉得不是大问题。2000年开始自己和师傅拍硬档顶，当时原本就是我们几兄弟姊妹一起夹手夹脚在做，那就是你的生意越来越差了，即是一入不敷支，叫做不如决定结业了。那一刻是大家开会家庭会议就说结业了，那我亦都是那一刻决定我自己一个一手一脚的试下啦，试下睇下可唔可以顶耐啲啦。即系觉得唔做你又嘥咗，话晒你生意差啫，但系始终都有班客系一路食开你，赞紧你做啲做得好。只不过识嘅人少啫，当其时。咁啊，第二日开始就自己翻嚟打面啦。嗰阵时开好长时间嘅，6点钟翻嚟打面，咁啊7点开门，夜晚8点先收铺。仲要是一年開足363日到啦，過年休兩日啦，初三啊已經開始。咁其實嗰陣時係好難做嘅，咁啊最大的問題有時租都交唔到。我哋嗰陣時個業主係一個都算長者啦，咁我哋就有同佢講，咁之後又沙士啊，又各樣啊，呢度都要大廈維修啊，咁啊生意又差啦，咁佢又話。好啦，咁我減下你租啦，等你可以圍到皮啦。咁我一路以嚟，由我接手到而家應該有20年到啦。其實喺過程裡面係佢一路減我嚟租，即係嗰啲差物業估價處話：你點解你哋收咁個市值租金都唔係咁？咁佢都唔理佢啦。同埋佢有一句嘢好重要嘅啫，只要你哋肯繼續做，咁你哋一路做啦。除非呢度要拆，即係好有。人情味，同埋由始至终都是家庭式啫，都唔会话做到几大几大，觉得 keep 得到做好啲嘅，咁已经够啦。做好个质量，点讲？好似我妈话斋，你唔好谂住发大达做呢啲，你当有份工做好佢已经够啦。咁佢即系冇放弃过我哋呢度，帮我哋一路 keep 住做呢啲面，又系人情味咯。觉得我都肯挨，佢都陪我一齐帮下我咧，咁佢都想我顶得到顶落去。咁如果佢唔帮手冇人做，咁你已经生产唔到啦，已经系可以话玩完了。又可以讲话同咗一条船，又可以讲话互相利用。我要求佢出粮，佢要求我同佢做嘢，系嘛？關係真係好得意，在心中啊，即係唔會攬頭攬頸嗰啲啦。但係即係大家喺心目中即係知㗎啦，嗰份感情喺度。又每一刻都有諗，但係希望可以頂耐啲咯。終於可以話近呢幾年出到糧啦，因為其實真係多咗人認識呢啲傳統，同埋返璞歸真。30年前啦，当即食面盛行嘅时候咧，有人就已经话虾子面系夕阳工业，我就话未必嘅，睇你点睇，点为之夕阳啦。到而家啲僆仔年纪大咗啦，佢食即食面啦，食到厌啦，咁又攞个面嚟煮，夕阳过后就系朝太阳出，又有夕阳，佢唔会话冇咗夕阳啊嘛。Ha ha ha ha!